最近天气骤降，各位观众记得注意保暖。天气冻最适合打边炉。好多食肆为了应变越来越多香港人北上消费，提供了很多优惠甚至劈价吸引香港人留港消费。上网见到一间最近转改放大形式的打边炉，听落去都几吸引，好方便就脚的旺角浸依出口，沿弥敦道往油麻地方向去到家乐坊，家乐坊上去八楼803号铺，间餐厅叫美之窝，本来是省蟹的，几年之后终于顶不住改成放题，而且以超底价钱，120分钟火放题，198蚊起，超过100款配料和饮品，附送刺身拼盘，听个名字好像很养生咁样嘅，唔知道食物质素又如何呢？星期一至五做午市，星期六日工作假期就会有晚市嘅，大家留意以免冇门钉。餐厅门口位有可爱熊仔打卡位，吸引年轻女性。仲有一个专门为儿童而设嘅宝宝乐园，适合一家大细。门口更设有茶水和糖果免费提供。主要有四个餐选择嘅，低至198蚊，最贵是308。每个套餐食120分钟。如果九点后入座的话，任何套餐都可以食到凌晨两点。包含7款每日新鲜熬煮的火锅汤底，仲送呢个刺身拼盘。我哋嗌咗最贵嗰个 D 套餐。餐厅环境干净企理，粉红色带点少女风。坐的位置十分宽敞嘅，旁边咧有车仔摆放食材。近门口位置就是酱料区，酱料选择相对较多。唔识得点配搭完全冇问题嘅，呢度有几种酱料配搭推荐。上高仲有水果同埋餐前凉菜，旁边咧就系香港特色小食咖喱鱼蛋碗仔翅、鳕鱼肉烧卖。饮品有自家制嘅茉莉花绿茶、韩国饮品、红福堂饮品、桂花乌龙茶、洛神花茶、游戏饮品，仲有个汽水专柜，有啤酒。有个凹陷式嘅火炉，防止食客烫伤。另外有抽烟功能，即时可以排走热气嘅。台仲有柜桶可以摆放食物，仲有自助纸巾、牙签，以及两个 USB 充电插头，真系窝心设计啊！落单方面，每张台咧都一部平板电脑自助落单，方便快捷嘅。汤底方面咧有胶原蛋白养颜锅、云耳椰子锅、养生香辣锅、芫茜平衡锅、番茄锅、松茸养生锅，单锅免费嘅，鸳鸯锅咧另外加50蚊。汤底就有三种辣度选择，我哋揀咗招牌蛋白养颜锅、滋补养生香辣锅。介绍完汤底，虽然知道大家好肚饿，容许我介绍埋食物先。D 三包咗澳洲 M6 和牛、美国牛下肩胛、美国安格斯科门柳等等嘅。仲有鸡腱、牛舌、羊肉卷、毛肚、青口、港岛蚝、象拔蚌片、蟹棒、肥鹅肠。海鲜就有蝦、沙巴、鲩鱼、花胶，仲见到水鱿鱼啊，海鲜种类都几多嘅，仲见到啲饺子、丸子类嘅，云吞、鱼皮饺、牛筋丸、贡丸、芝心丸、鱼蛋、鱼片头、墨鱼滑、蛋饺，仲有啲饺子咧，例如白菜猪肉饺、粟米饺，丸类咧系相当之多嘅，都有好几种嘅，仲有鲮鱼滑、海胆丸、金山鱼腐。豆类有滑豆腐、自家制响铃、豆泡生根等等嘅，咁蔬菜同菌类就有各种新鲜蔬菜、粟米条、莲藕片、粟米，仲有啲薯仔片啊、冬瓜片啊、莴笋片嘅。菇菌就有鲜冬菇、金针菇、云耳，仲有鸡髀菇、虫草花、纤维山、白萝卜。其他仲有鸭血、柏叶、鹌鹑蛋。就有炸鱼皮啊、芋头啊、猪肝啊、午餐肉嘅炸猪皮啊等等嘅。粉面类就有出前一丁、乌冬、拉面、粉丝同埋白粉都有。甜品就有几款口味嘅雪糕、柠檬豆腐雪巴、白福豆腐花。甜品选择就唔多嘅。除咗任饮饮品之外咧，可以另外加钱要升级饮品，例如有自制水果红茶、原过椰青。除了雪柜入面的酒水，其他酒水都要另外收费的，例如水、支装啤酒、苹果、荔枝、冻茶特饮。
想高级少少，有意大利、澳洲、法国葡萄酒提供。前菜攞咗烧马鱼蛋，港式风味嘅。另外都攞咗凉拌木耳、凉拌青瓜同埋橙。前菜小食味道唔错嘅，甜肚就最啱，但选择比较少嘅。鸳鸯汤底加50蚊，一个美容，一个香辣，正啊！台面咧面积唔大嘅，幸好咧有摆放食物嘅置物架。打边炉我哋好中意食肉先，呢个系美国牛下肩甲，色素都好靓嘅。美国安格斯科门楼，肉色同埋纹理都相当唔错，厚切嘅。牛肉咧六几下就可以食噶啦，掉落去滋补锅，轻轻地试下先。美国牛下肩甲熟咗依然系好大块嘅，系偏瘦嗰种，淡淡肉嘅，而且厚度适中。点咗个 XO 酱汁试下，整得上牛肉都几有牛味嘅，加咗 XO 酱汁咧更加香。食完牛肉试下啖汤先，汤咧好浓好奶白嘅，豆腐好滑。叫得最贵嗰餐，当然要试下佢嘅海鲜质素系点样先。叫咗竹签虾啦，同埋白贝啦，掉落去汤大滚，令汤水咧更加鲜甜嘅。仲有生蚝，大细适中，经已溶咗雪噶啦，打边炉咧一定要食生蚝。除咗生蚝，仲叫咗新鲜皖鱼片，切得好靓嘅，而且每块咧都晶莹剔透，讲笑咁讲咧，好似刺身。白贝入边嘅肉咧系好饱满嘅，几鲜甜嘅。虾都系十分新鲜嘅，肉质爽口弹牙。如果有虎虾咧，就更加之正啊！蚝煮熟之后咧，唔会太缩水，依然都系大大只，都几鲜甜嘅，完全唔腥。鲜皖鱼片咧，肉质系超级之嫩，而且冇骨嘅，超级好食，必食噶呢个。河海鲜选择就唔多嘅，但每样都好新鲜。打边炉一定要叫炸响铃，呢度嘅炸响铃咧系自家制嘅，大大条嘅。哇，真系劲大条啊！索满晒酱汁咧，好野味啊！咬落去咧，依然系好爽脆嘅。另外嗌咗豆百叶、牛百叶、饺子同埋腐竹卷，以免造成浪费啊！每样咧都嗌少少试下，好唔好食咧再拎。白菜猪肉饺咧都大大只啦，皮系偏厚嘅，煮熟饺子都十分完整嘅，馅料充足但比较实嘅，始终唔系现场人手包制，正常发挥。由于我哋系食肉兽关系，基本上嗌嘅都系肉。澳洲 M6 加和牛前腿心一大块，成个碟都咁大块嘅，卖相系好震撼嘅。不过肉质有啲粗糙嘅，始终太瘦有少少肥肉会好食啲。噔噔噔噔，跟餐送嘅鱼生船到啦，有三文鱼、八爪鱼、原贝、北极贝，每款每人一件嘅。三文鱼就普普通通嘅，雪感比较重，因为太瘦啦，同埋冇乜油脂。其他几款刺身都好一般嘅，比增鲜差。虽然系免费送，但要提职员咧先记得攞俾我哋嘅。食得肉多咧，饱滞滞，另外嗌咗蔬菜仲位一下先，嗌咗啲淮山粟米薯仔片。次次咧打边炉呢几款都系必点噶啦。鲜皖鱼片咧真系好食噶，我哋系爽嗌。另外都点咗皖鱼骨腩，每份两件嘅，处理得好干净。呢度做得几唔错咧，系汤水预先俾咗几细樽俾我哋，方便我哋加汤。另外嗌咗好多牛肉同埋虾，都系必点嘅，百食不厌。食咗一个钟多少少，好多台客人咧都已经开始走啦，所以两个钟咧好足够嘅。我哋当然要战斗到最后啦！嗌埋佢嘅脆炸鱼皮，十分脆嘅，我都好中意直接当薯片食。另外嗌咗莲藕乌冬都唔错嘅，唔知系咪天气冻咧特别开胃，食好多我哋今晚。最尾都试下佢呢度嘅水果，唔系太甜嘅，选择比较少。又到甜品时间，见到大阪牛乳雪糕都好似好吸引，但食落去咧味道普普通通，唔够软滑嘅。望清楚先知道大阪牛乳雪糕咧唔系产自大阪，呢个名咧真系好 fit 嘅，佢嘅甜品咧有待改善。呢部机好处咧，呢度可以睇翻你今晚嘅战绩。短短120分钟咧，已经食咗咁多嘢，真系厉害啊！好多朋友中意打边炉，就可以倾下偈，食嘢都系其次嘅。人均消费390蚊，价钱不过不失，服务态度都几好，环境都唔错嘅，食物都唔错，几欣赏呢度有平板电脑可以好方便咁落单，通常都系数码落单嘅。大屏幕个好处咧就系方便人点菜，美中不足咧系佢嘅刺身同埋甜品。整得上呢间系一间值得推介嘅火锅店。而家香港经济不景，希望呢条片帮到大家手。
留港消费有多个选择，食平一啲。今集先介绍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个分享，我哋下条片再见。